咦，呢度有一粒花咗嘅，其实咧唔使担心，唔一定要换翻一样嘅，你可以换粒天铁啦，放翻上去都一样可以噶。如果各位啊想知道我 Peter Sir 最新嘅水晶资讯，请订阅我嘅 channel 同埋揿呢个钟仔，追踪通知，我每日会准时12点同你见面。好啦，有听众又问我 Peter Sir 吓，咁我买一条好心爱嘅水晶手链，但系发觉翻嚟咧就同佢倾偈啦，又摸下我，咦，有一粒，哇，零舍点讲啊？点讲啊？出现咗问题，崩咗嘅喎。咁好啦，佢翻去店铺商家店铺度咧问佢，我想配个另一粒，但系话想话冇啦。咁佢咧就觉得哇，好闷闷不乐啊。咁有咩方法？咁我可以咧嗱，而家少咗粒吓，咁又点样可以咧配翻上，又可以戴翻啊？咁我可以建议你咁嘅，唔紧要嘅，你唔使一定会揾翻个粒，你可以嗱配上天铁，天铁可以见唔到啊？嗱，天铁咧系好多好处嘅，佢可以推高你嘅手转嘅能量啦。嗱，大家见唔见？以往一般嚟讲咧都系银色啦、金色啦、玫瑰色。但而家咧科技發達啦，嗱，佢甚至乎可以做到咧變頻嘅顏色喎，嗱，例如啊呢條嚇紫色嘅水龍珠，嗱，如果你細心啲睇下咧，嗱，見唔見到啊？有啲咧嗱加咗粒咧變頻咗嘅紫色嘅天鐵，嗱，1、2、3呢條水龍珠咧係有三條嘅，嗱，個能量咧係非常之高，嗱，唔單止一個色，甚至乎咧你條水龍珠可以加或者水晶，你可以加幾粒唔同嘅天鐵啊，甚至乎咁樣嘅1、2、3唔同嘅色，係咪？甚至乎你話，我想依照我自己嘅五顏去配搭，亦都可以。所以天鐵嚟講咧，嚇而家進步到咧好多顏色啊選擇啦，咁啊亦都可以咧配搭上咧，可以令你嘅手串咧加強嘅能量。所以咧而家咧個資訊科技發達咧，咁啊對我哋咧嚇嚟緊我哋嗰啲水晶啊各方面咧都有好大嘅得益好處。